只要等他一吹哨，我就是狂打，打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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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打到他进到这个房间为止，我都不能停下来。什么楼都不火啊？我举起来，因为他已经那个了。哇，你生产这么大量，太多了。你打太多了吧？对，就是我们的策略就是要一直打。最会装气球那个人，他甚至不用躲，他就是最远最里面那个。然后就是当比赛一开始的时候，他就是猛灌，他就不用担心他要被抓到不抓到，就有躲跟没躲一样的意思。好，就这样，就这样。有点没办法。不信不信，你看可不可以进去啊？不行啊，怎么可能？我可以吧？你盖起来我都看不到哎。不行啦，但我觉得这空间还不错。要么就是一到这里就是被发现，对，所以你在里面，所以你在里面的时候就是一直拼命的狂打，狂打，打到你被发现为止。对，哎，打他。这一次的战略呢，就是只要等他一吹哨，我就是狂打，打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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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打到他进到这个房间为止，我都不能停下来，就是拼这个时间。开始了，对不对？厕所不能躲啊，讲好了。嗨。厕所不能躲啊，讲好了。嗨，收工了。哦，这么多条。好，停工了，停工。好，拉起来就。哦，他这好多条，哎，对，这一趴人多哦，厉害哦。还蛮多的，算多吗？因为我想到上一集找到的最多。Kid， 摇铃疯狂的，我就觉得我不能再躲躲藏藏了。你生产这么大量啊？对啊，而且我已经用，好像已经没了。哇！你生产这么大量啊？黄队找了两个，黑队找了两个。昏打的数量也蛮大的，但是你这应该是最大量，把他们黄队主将找出来了。好，这先指挥一个。OK。OK， 开灯啦。OK， 太多了。你们打太多了吧？对，就是我们的策略就是要一直打。大批发，这边的是大批发。大批发，大批发，应该很多哦。三、四。27283535313。